到你，那么多人在这里，为你们感谢又感激，你们的爱永远握在我心里，一辈子不会忘记。总是这几年来，我感觉讲恁好像对我的鼓励甲支持啊，赐予阮一股安尼力量跟勇气，安尼才撑下去到现在，差不多十年了，要几十年了。恁好像长长短短，头也是几个啊，啊来愈来愈侪，啊，搁有新的朋友交进去，啊，嘛有伫遮安尼熟悉的朋友吼。他、啊、讲话很多，这个课程一个一个的哈，他、啊、结婚生小孩啊，但是啊阿姨天天欢喜嘛，阿妈祝福你了哈。我讲你们男的武壮又帅气，啊你的青春又美丽，也可以带出场，也可以进出啊 ，OK 了没有？啊，今天你们在做串啊，实在是老师，啊，足大的耐心甲勇气的。啊，无想讲，互人拉拉扯扯，你个身材安？你年年都是做阿伯阿母的亲人哈、哦，啊，拢是出于那个价值观哈、哦，啊，跟爱心啊，正义感来这里帮助阿伯阿母，真的是我很大的感动跟鼓励呀！我才一股力量再撑下去，我晚上睡觉都掉眼泪，哎，目睭拢在我枕头啊，说为什么这样子，万要害人。也没有对不起别人，啊，为什么他们不会对我们怎么说都不谅解？因为平平都是病人嘛，有的对我们都不谅解。政府都答应我们，啊，答应都没有做啊，啊，我们再出去抗争啊，抗争什么？啊，都是答应你们呐、啊，还就出来抗争什么？啊，事实上嘴巴有答应，都没有去行动，没有去做啊，啊，我们出去就再给你再骂，所以讲一次两次。在第三次我不相信，你有讲要有做，我才会相信。啊，谢谢你们，真的谢谢。今天看到你来这里，我真心都欢喜。希望中秋祝祝你们一路平安。86
我家己带我狗。我今天热身到北市府步行的宣言，我们现在即将从乐生疗养院蓬莱社出发，用我们的双脚走过捷运新庄线，穿过最热闹的台北市区，抵达捷运局的主管机关，也就是台北市政府。这段路像刚刚阿伯阿姆讲的，说长不长，说短其实不短，17公里的路程，阿公阿嬷和我们花了超过10年的时间来走它。待会这段路大家一定平常都有经过过，我们曾经用摩托车、汽车、公车、捷运任何的交通工具来走过经过这条路，我们每天都忙着上班下班、上课下课、运货赚钱，可是这一条路也就是台湾命运的缩影。台湾的命运，台湾人的命运，总是低头匆匆忙忙的赶路，忙着追求经济发展，忙着追求更大更远的金钱的目标。可是当我们每次遇到有人挡路的时候，遇到有人阻碍交通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分青红皂白，不问理由，不关心原因的直接把对方痛骂一顿。无论现在前面这个阻碍阻挡在我们前面的理由是什么，我们都不会去关心。我们今天我们现在要抛弃所有的交通工具，用我们的身体，用我们的双脚走完这一条路，也就是希望，单纯的希望，台湾不要再为了发展，为了赶路，毫不犹豫地清理掉所有路上的弱势者。我们的弱势者不是故意要站在马路中间，他们年纪大了，身体不方便，他们只是希望，单纯的希望留在熟悉的家乡，能够好好的守护自己的生活。如果在台北有能力追求高度的经济发展，高度的城市进步，也跟全世界一起竞争的同时，我们也应该要照顾到我们的弱势者，让发展跟建设可以两全其美的同时，也有看到我们弱势的一面。10年前自救会才刚刚成立的时候，我们的阿公阿嬷精力非常充沛，可以大声骂人，可以大声的跟政府官员互相的进行对骂，进行结巡，他们也愿意常常出门，自己动员自己到路上进行抗争。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平均80岁了，比当年其实都还更容易腰酸背痛，而且他们的体力其实本来就比较难以负荷。考量到我们的阿公阿嬷的体力跟健康，今天这一段路我们是代替他们走完这一段路，阿公阿嬷会目送我们从这边离开，我们自己要走完这段路。好，请大家跟我们一步一步踏实的往前走，然后记得我们在路上的时候要像父子阿姨讲的，要跟月明一样互相扶持互相照顾。这一段路我们一定要走到台北市政府，要让大家知道，在这个高速运转经济发展的时代，我们要自己学会重新如何脚踏实地的走路，学会如何重新的做一个人。我们现在喊一次今天的口号：反破千，反破千，破乐山，破乐山，反破千，反破千，破乐山，破乐山。好，那谢谢大家。那我们现在要请我们的阿公阿嬷帮我们进行受旗的仪式。真酷啊！唔捌看讲完这么多的年轻人呐、啊、吼，啊，迄、那个脸上啊那些，拢上许充满着自信呐。继续啦吼，国家这政府来个吼，来个扭来个活就对啦。有一天呢，也是有成功的这个希望就对。啊，礼拜一的时候我们去开会哦，这个捷运局一直强调。伊讲安全，拢安全啦、啊，哦，啊，但是我伫遮住62年久的时候，即、這个捷运拉未来的时阵哦，无看到遮个裂缝，啊，无看到遮个敢那厝的时候有必损的所在，拢无。啊，今仔日捷运来的时安尼，一直挖一直挖的时候，亲像我咧住迄个所在嘛，已经拢下线啦。啊，结果的是甲阮讲的时阵的时候，无遐严重，无关系啦。伊的意思就讲，啊，就还袂放落来啦，无遐严重啊。你大家想看卖咧？啊，讲听啊，伊搬落才有算作严重啦。哦，啊，所以今仔日大家安尼打出来咧。哦，就是刚刚对遮阿伯阿姆的时候，为着这个内讧的代志哦，这边走山哦的代志，啊来安尼拍拼，我直接搁一摆甲恁讲多谢咧。哦。三位副总，入装备哦，两位装备。
七公里的路。当然希望大家顺利走完，但请大家要衡量体力。随时有任何问题，请跟你旁边的纠察队反映。然后有路中队，请跟上，请跟上。如果不能跟上，重点就是不要穿梭车道，我们就是以人车不冲突的最高原则。